一时有啊注意，锵锵行伊啰锵锵去，上街到菜市迄啰菜篮顶啊当伊哦。搁开嘴叫一声，头家啊，目睭渐渐呢，东边看过来，又搁西边看过去，举一摆哦看去，迄啰肥猪肉、肥猪猪，哎呦，瘦的红叽叽，我暗动开嘴就问起，借落一斤是要偌济钱？太弟阿兄。一斤五角二，迄啰酸的一斤六块四哦，嘿啰嘿，哦嘿啰嘿。嘿嘿实在有刷拍，搁顺刷买礼物，转来去煮山嘛，钱甲伊用互伊打，顺刷买猪脚，买鸭脚。感动的路，水鸡生鱼比，大行马甲伊，水鸡生鱼比，大行马甲伊，马甲伊又搁歹袂去，煞甲点暗困啊，定啊当伊，哎呦，当兵拢。来又搁西边拢过去，吼、哦！感动的菜真正好，真正好，味素买转来掺汤头，海头啊就遐啰五加皮。是要吃偌济，赶紧买买排排转来去。感动哥哥，哦，今仔日惊天动地啊！今仔好，我今仔日吼要甲咱乡亲介绍吼，这个蛟神吴正瑞。哦，这个的第三个吼，第三个吼，第三个的公主，吼、哦，这实在是惊天动地。这个吴廷和哈、哦，这个、吴廷和哈、哦，他是蛟神吴正瑞这个哈、哦、优越的家族下面的第三个的公主哈、哦，啊，伊这哈、哦，伊。你蛟神吴正瑞这个金碗金盘案出事以后，哦、被打压以后、哦、我们想让这个吴廷和吴先生哈、哦，这个让他、哦、好好先简单自我介绍，在他们家族发生了蛟神吴正瑞这个事情以后，他是如何的？从这种哈艰难的环境之下走出来，然后现在是在做什么，以及哈他对他父亲的蛟神哈吴正瑞的看法啊，我们请吴廷和哈这个跟我们慢慢的先自我介绍一下 ，OK？ 好，吴大哥，感谢，啊，感谢张博士哈，我廷和哈，我实在是屏东诶草地人啊。啊，从细汉我嘛是当田林、当金蕉园林做工，啊，刀脚手种种。啊，当然我考入去大，啊，迄时想要读动物学，啊，我是伫大读完动物学了，啊，转即个金蕉园发生，啊，伫金蕉园发生。哦，我听吴廷光博士咧讲吼。你这有那金钟大大的呢？哎、欸，是啦。哦，这种台湾 top 的呢，来继续。我啦，给你打一下。哎，啊，我的
信我是最爱唱歌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最爱唱歌吼，我老爸才是无赞成啦。啊、哦，你知影咱古早爸母是无赞成囡仔去做这个表演职业吼。敢那我老爸想的唱歌是着敢那讲去遮伫讨趁啊，啊，即摆是声乐家呢。啊，无啦，啊，我着转。迄、那个经济案发生，啊，阮兄哥甲讲一句话啦，哦，阮二兄吼，阮丁公，丁光博士，嘿，丁公甲讲一句话，讲，假如经济案发生，咱五家可能吼，是剩你一个人啦，吼、哦，我听着是足感慨啊，伊甲讲，无论安怎，你爱出国。好、哦，去拍拼，啊，回来替咱五家看会当做啥物代志。我讲好，安尼我要出来读音乐。啊，我遐个转摕2万块给我，2万块美金。哦，我遐个从少年就足好做生意，足好做生意哦。伊大学就赚几啊百万的人。哦，我知道、哦、我知道。哦，伊摕2万块好啊，讲你读啊拍拼，因为将来可能敢来剩你滴个俩。嗯嗯。迄、那个伊安尼讲的时候，你就知影，迄、那个是戒严时代。哎，对。哦，啊，根本的这个独裁政府嘛，惊死人嘞。所以我就出来，啊，我出来读音乐，啊，我就考入去茱莉亚的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。嘿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住伫林克森特边啊嘛，吼、哦，伊是还是林克森特一部分啦、啊嗯。啊，我读一冬，我从我所学的录音用迄个 cassette tape 哈、哦。录音送转来，阮老爸，阮老爸因关于龙啊来。哦，了解。阮兄哥提予阮老爸讲，这是我送予伊诶生日诶礼物啦。哎，阮老爸听听来讲，哦，你诶好心真好啦，吼、哦。但是读音乐咁好啦，哦。因为爸母古早拢感觉讲，读音乐唔是正途啦，是、哦，所以我迄个时也了解，大概看到讲，我老爸哦，足请呀，做主席啊，敢那是大人物安尼。实际上吼、哦，我老爸做工课的拍拼。甲用心吼、哦，是足少人知影。迄、那个努力甲艰苦，可能、嗯、我来举一个例啦吼。有一年，嗯、啊伊着 flu， 着流行性感冒。嗯。啊，即流行性感冒发热104度。哈、啊？我去伊房间看，吼、哦，伊伫台北，就是住伫旅馆嘛，伊着、嗯、啊，等于住厝的时间着。足少啦，一年拢伫外口就对啊。台北、高雄、东京、后环的，舞来舞去啊。吼、哦，后头去我去伊房间找伊，伊家讲确实，但我今仔发热吼、哦，我袂当看这物件。你读互我听，啊，我家讲安怎批，啊，我才签名。嗯，104度了咧办公啦，半暝11点外。一百公尺都差不多，因为咱台湾拢用摄氏啦，美国用华氏，嘿，40度以上，40度哦，我要求啊，哦，哎，伊甲讲，我讲阿爸，你发寒热，啊，袂当他你休困，伊讲袂使，这是我的部下，我的职员，我的团队的人的事业，哦。嗯因的升迁、加薪、奖奖，
那是我的责任，我的职位就是要做这代志。我讲，啊，就明仔后是替你怎做啊？伊讲，我明仔就要来高雄，后日要去东京。我就是硬硬要做好，明仔去咧高雄要交货，合作社。哦、great。哦，啊伊，我就甲做做好，阿咪讲啊，甲伊讲叫我签的，我签签的，我甲评语写写的，阿伊签名。午假点我两点。夭寿啊！我讲安尼好啊，咱来困啊，哈、哦。今日哦，我困了，困到七点钟，醒起来紧走阮老爸房间，啊无人呐。我问迄旅馆的服务生讲，啊，阮老爸咧？伊讲，哦，从七点伊就出门啊，啊未七点就已经出门啊，哦，出去走丛，都拢为着招龙的代志，伫走丛了，对吧？哦，安尼，迄款的努力，我咧讲吼，就讲，那讲日本的武术精神呐、啊，嘛是安尼尔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咱外口看到足轻呀，看未到的，一代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老爸甲讲一句话，伊讲读音乐咁好啦。啊，我也了解。阮老爸，阮家毋是有钱人啦。阮老爸吼，阮老母拢怨叹，讲拢倒来厝内摕钱出去伫用啦。伊个薪水是无够伊用个啦。啊，好佳哉，当时今朝是足趁钱呀。对对。吼、哦，但是呢，阮毋是好家人。吼、哦，安尼。大家若去看到阮家，有人想要甲阮做媒人，甲我啦，吼、哦，爱阮家，看到阮家了，啊，经常发生报纸，你知嘛？哈、哦，安尼连续几个月、几啊个月来报，报阮家，你惊死人嘞！你惊死人！报阮家偌济钱，吼、哦，按一亿，一直蹦蹦蹦蹦到十亿，我会记啦，吼、哦，我可能数目无记得足清楚啦。哦，伊身后十亿哦，放假安尼，啊，我别讲，嘿哦，去要甲做媒人的人吼、哦，看到阮家，啊，真济人发生的事，敢讲一句话啦，啊，我听到，吼、哦，有人传来我听到，讲，迄厝若有一两千万的人吼，你、哦、若有一两千万的人，就袂住迄款的厝啦。哦，你知，吼、哦。啊，法官嘛，讲阮老爸贪污嘛，阮老爸甲讲，好啦，你讲我偌济钱吼，随在你讲啦，安尼啦，我的财产拢互你，啊你三百万互我就好，但是我的财产是包括所有的债务哦。嘿嘿嘿。哦，就讲咱有投资嘛，啊投资，迄才是借来钱投资的啊。嘿嘿嘿，哈，唔是讲咱真正很有钱啊，啊，投资看会当赚钱个嘛，哈，啊，这外口人唔知啊，啊，那想讲阮兜足青个，哈，啊，阮老爸甲讲读音乐咁好，第一，阮老爸讲唔好，第二，我来了解，讲家境袂当去照古早安尼，啊，读音乐，你敢知一年伫纽约读音乐？要开两三万块啦！我要在拍工赚遐侪钱，阁继续读。啊，我嘛无迄个面子搞，阁搞我娘阁讨钱。啊，我娘阁嘛不一定阁有钱，会当继续供应我，所以我转改读电脑啦。我改读电脑毕业，我就考入去这个。啊，贝尔莱不脱离，贝尔莱哈，贝尔，哎，贝尔莱是世界 top 的呢，贝尔实验室呢，嘿，电话实验室，甲因写软体，甲这个电脑公司的软体，伊个软体足复杂哦，啊足大，我大概整合做伙做一个 package，
上哦，全世界哦，哦，全世界各国诶，等于讲是若要买，啊，着爱上互因教因安怎用安尼啦。伫我伫表内面看开啦。哦，我拄只吼，我拄只听你讲吼，贝尔实验室，你是写软体语言嘛，对不对？嘿嘿。我拄只去听你讲吼，你是写机器语言呢，写 assembly 呢？写 assembly。哦，这是吼，这是即摆来台湾要有才调写 assembly 的吼，啊，这机器人相含机器相骂的嘛，来，我你继续讲。啊，哦，这不简单嘞，这是对啦，天下奇才呢。去原谅下，迄个 performance 上好的能配啦，对。哦，上紧啊，上升 storage 啊，甲足复杂的物件我都当处理啦。Anyway，啊，我伫 New York，我伫读电，读音乐嘛，我读声乐。啊，电脑，开始伫贝尔咧做，因为贝尔伫牛津是有几个实验室啦，我就是牛津市啦。啊，牛津市就我纽约较近嘛，啊，我专去转去纽约，私底下找上好、上出名的声乐先生，继续唱歌。哎，我哦，讲继续哈，唱歌，嘿。我讲哈，你的兴趣，你的 potential，可能是在商业，但是为了生计的问题，你走那个贝尔实验室的电脑，安尼干掉。我相信吼，也无歹啦，嘿，也无嗯歹，吼，因为贝尔收入也袂歹，啊，若无你要阁继续读声讲吼，你干那很学足贵呢，一点钟上课吼，我来百外块呢，哼，安尼哦，好，吼吼，出名老师就是安尼啊，啊，哎。我伫纽约吼，是继续一直唱到。我上林肯 Center 开过音乐会啦，哦，不简单。吼、哦，伫阿里斯塔利号，阿里斯塔利号的一个 concert hall 吼、哦，普通独奏独唱的人伫遐咧演唱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伫遐演唱了《New York Times》的，足出名，上出名，我真形容记袂掉伊个名吼。New York Times，你真若拍我个名 Philip Wu，还阁通看伫 New York Times 个古早个档案内底，因对我个批评啦，吼，因Value。讲，伊个 review 吼，讲我是世界一流个抒情男高音啦，高音，吼，天哪，你就嘛人天！讲，人讲世界三大男高音，哈、三看啦，看伊呢，对对对，好、哦、啊，我的伊讲我所演唱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像讲有古早的，就古早甲现代的物件，就应该会拢有。伊讲我的 style 是拢足正确，我的解说，我的 style，甲我的台风表演，毋是。平常，东方人来读西方音乐，来遮要表演的人，对会对的啦。吼、哦，伊讲这是一流的声家呢，吼、哦。所以我迄嘛感觉足好，啊，我想讲要继续，但是呢，我慢慢的考入去世间的歌剧院嘛，吼、哦。哦。迄薪水哦，实在是足低啦！哦，啊，我着利用暗时去排演，周末去排演安尼吼。啊，到尾我想想诶，讲，敢若声乐，你若到尾靠声乐趁钱食饭吼，毋是向轻松诶代志。所以，我专心来做电脑啦，吼。啊，全声乐变做我的兴趣啦。啊，我有录音吼，我应该即个台湾的店会当买到我的 tape 啦。有一个我含一个美国的作曲家，阮合作啊，编20条左右的台湾歌，吼，按望春风，
按这个乡村民谣，按古早讲是台东调，安东哥嘞，甲安东哥上老热嘞吼，安东哥买菜吼，阮拢用新的方法，用迄个弦乐，迄个 string 哈，string 五重奏啦，来伴奏。我去带去世界各地，来转来台湾，我嘛台湾巡回一年吼。带这个，我的作曲家甲瑞士的迄个 quintet 哈，阮伫台湾写一日，迄个效果足好啦，吼，应该伫咱的台湾的店了，还阁买着我的 tape 啦，吼，大家兴趣当听安尼啦，吼，嘿，即个我介绍，我想大概安尼嘛。我较近要搁做点那个工课啦。嘿，我近到到尾啊，我转刷去，我等于台湾，你知嘛？吼，我等于台湾，我伫美国的台独联盟的一员啦。1990年代的初期吼，我想想来讲啊。赚偌济钱有啥物意义啊？钱都是要用的，咱要做的 project 要紧的，但是国家的程度是不要紧。所以我转退休，我想等于台湾啦。啊，加入台湾的台独联盟世界总部吼，到尾啊。我就接黄兆同博士，黄兆同黄主席，哈，黄兆堂，我伫台湾十通当，所欠的钱，所赚的钱，大概开了啦，所以我就转来台湾，搁转来美国，继续做电脑工课啦，你你拄好又过来台湾十五档，我伫台湾。专业专事伫台湾台独联盟，我做啥活动啊？了解。伊就像陈芬林来，咱四国对对要甲，就是要对对较高嘛，吼。因我会记，我伫台中昆路边，咱台湾的乡亲哦，我讲了吼，没流目屎啊。咱台湾乡亲确实有够好诶，阮睏路边，台中哦，山顶啊，足寒，实在哦是足寒，久咧，咱诶乡亲，兄爷大姨，甲讲，今仔三，我无咧穿啊，互你夹，阮伫路边人。拢有人摕被、摕衫裤来互阮穿呢。安尼吼，吼吼嘿，吼吼。好，诶，陈芬林哦，咧抗争陈云林的时阵吼。嘿，我嘛晓记讲，伫伊落带入去燕山嘛，燕山饭店。燕山饭店。我伫内底，也未到，我就已经待伫内底啊啦，阮就咧等伊啊啦，吼。所以，陈芬林出来，我含警察知影，到尾也是警察知影我伫创啥，来甲讲无事，你会使徛踮遮，未使出声，陈芬林来时，你未使话哦，你干会使徛踮遮，我讲好啊。大家照规矩来嘛，我就徛他们家，我就徛他们家嘛。一徛过来时，我设计一件衫，你知影我伫总统府穿的衫汤马的停止麦台陈芬林来，咱当然是台独万岁，伫我的胸口嘛。我若穿那衫入去，因要我入面呢？无可能。不可能嘛！所以我有西装啊，
我有一领写字穿的啊，啊西装啊，吼、哦，啊领带嘛是假的啊，就是用迄落胶的迄款的啊，吼、哦，我领衫设计好，就是我若出搭扭落，都无去啊，啊、哦，手工啊，迄领衫无手工啊，啊后壁用刀啊刀的，啊扭落就开开啊，啊我的内衫就走出来啊，啊、哦，我扭落吼。后来警察讲，甲刺了涂骹啦，拍甲我有着伤啦，我全叫迄个派出所副所长来啦。我讲，你甲讲我徛遮无出声，袂要紧对毋对？伊讲嘿，我讲恁个人做啥物代志？啊，我迄领写字位倒去，我特别个设计，我要摕倒转来。因为我惊伊甲伊知影我以后安怎做代志啊，我说会互因退去了，以后咱咧用，因着知影要安怎处理啊。嗯，吼、哦，啊伊只好去甲领衫摕转来还我啦。嘿嘿嘿，吼、哦，啊，即落咱台湾的警察的水准就是向低啦。嗯、你含我讲好啊，我无出声就袂要紧，我无惊打也袂要紧，我徛在遐就使。诶、嗯，欸、你讲的嘛。哦，即马台湾的警察哦，迄个话阿爸呢，叫阿爸，哎，法律拢伫伊个嘴里呢，谁在讲诶？对，哎，啊，我若咧抗争，我有一个足大个原则，就是讲第一，我无犯法，所以袂当咧话，我绝对无犯法，我绝对无犯规，我拢照规矩来。哈、哦，你可能捌听讲，我伫总统府伫散步。对，马英九的时阵，你去总统府吼、哦、散步，嘿。嘿，我逐日伫遐散步，啊，我着穿一领靴子，穿一领 T 恤，哈、哦，顶运动会写他妈的，哈、哦，后壁讲停止卖台，咱拢知影嘛，伊咧卖台湾嘛，出卖台湾嘛，嘿，哦，一个美国产嘛，哈、哦，安尼，我若抗议、抗争，我照伊个规矩来。啊，你袂使加掠。伫警察局，我毋是无问题呢。我哪捌互警察掠伊呢？哎、欸，讲吼、哦，你应该是美国籍啊。哈哈哈，无啦，你听啦吼。啊，我逐日伫遐说嘛，但系我甲伊讲，台湾因警察掠足严，啊，因有迄个尿白啊。所以你若发通报出去，明仔等到一晚，因就知影。啊，犯规你若无申请，迄是犯法的。嘿，哈、哦，所以我拢毋捌发通报啦。我著用嘴讲，明仔咱来倒位，拜六咱要去倒位，我甲安尼讲，啊，自然就有人去团。啊，到时就有人来。我捌一解讲，啊，拜六，大家来散步。好，拜六我行较到的时候，总统府三四百个警察来，电报、车、盾牌，好，迄军啊、铁军啊，吼，拢来啦。我讲啊是咧安怎？伊讲。因知影咱发通告，所以小弟来等你。哎呀，我讲，哎呦，来发通告啦，你断掉，啊，就无多啊，哈。所以啊，我讲啊，现在袂使。伊讲，今年啥袂使啊？我讲好，安尼哦，安尼我衫脱起来嘛，我衫脱起来，我就向总统府行嘛，哈。四个警察。掠我一个，刺来拍，啊，甲刺入去一只警车，嘿，啊，就甲载去一个派出所，就总统府边仔迄个派出所，总统二分局，毋是分局哦，派出所，还阁有一个派出所边仔遐，伊二分局的派出所，入去你要甲刺落去坐担椅仔啦。我讲我都无要坐，你要甲叫我坐，
拢叫你坐，你就坐，我讲到明仔。好，两个就要甲试落吼，啊，我脚扫落吼，一个迄个办公桌啊，脚断去啊吼，因啊着惊吼。我讲，我若要徛，我就徛；我要坐，我就坐。你唔忙多叫我，因鼻啊崩了就入去啊嘛吼。到尾就一个市议员就敲电话去检察局啊啦，问局长讲。阿公抓一个哦，伊讲对啊，伊讲吼，啊你敢知迄啥物人？哦，是哦，吼，伊讲啊你敢知迄你啊迄倒一国人？伊讲吼安尼哦，吼、哦，好啦好啦，我先处理下。哎，局长专门敲电话吼，迄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啦，所长迄是无伫咧，甲副所长讲，你哦，请吴先生回家啦。请伊回去啦，吼、哦，摕一件衫互穿啦，因着衫甲没收去啊嘛。啊，拜托伊吼，莫甲咱加添麻烦啦。我着惊，搁惊回去总统府，哎呀，一堆人啦。我讲，啊，今即马是安怎？啊，着因讲在含伊参详啦。我讲免参详啦，无啊啦，吼，大家要走就走啦，今仔日。就是咱输了，就不应该发通报嘛，啊，嘿，咱就不应该犯规，咱若无犯规，因就无发难啦。啊，等阮来，等阮因来，我嘛有一届呢，吼、哦，伫总统府，我昨伊要去总统府见美人教嘛。所以，所以我就伫遐等伊啦，散步啦，散步甲他跪倒。嚯、哦！一个警察来吼，徛我的肩胛头后边，遮呸安尼啦，怎个咧呸喏？伊话伊呸落涂骹啦。哦，喏，就是要惹我受气，含伊冲突嘛。伊想我哪有遐简单呢？便衣的了？哈？便衣的了？无咯，警察咯。哦，警察，哎。啊，警察来啊！我歹插伊啊，我着做我惊我诶。啊，佫另外一惊讲吴生，伊拢捌我啦。讲吴生，等阮恁要来啦，即内面着变戒严区啦。啊，你若真无走吼，你得关咱只三点钟啦。伊踮遮偌久，你待踮遮偌久啊？你敢知？我讲吼，有代志用讲诶。用参详诶，免会使，哈。啊！台湾即马是去倒位？去中国请泰国警察配谈的呢？迄个警察听到吼，家己也歹势讲，无啦，我都食着沙配出来袂使呢，我无爱插伊啦。我讲好啦，安尼今仔我先走吼，啊恁当食安尼啦吼。所以我伫台湾有啦，加减有拍拼过，但是无讲啊。即只歹讲啊，吼、哦！即台湾要独立吼，伊工课吼，咱即代若做袂成，犹阁是来交后代啦。即是即毋是一当两当三当五当的代志吼。我着做十外当，钱也用了啊，我转去转来上班啦。我实际上讲老实话啦，伫美国吼。美国才是真正吼一流的国家啦，人袂歧视你的年岁啦，没有年龄上的歧视，但是哈，伊你那基本上都按你讲的嘛，用机器的语言咧写嘛，即卖少年人无要写迄啦，写袂叮当，想歹恶啦。好，啊，因这边轻巧，比较好做的工课啦，所以拢做迄个即马所谓的object oriented 哈，一款迄个 Microsoft 的物件。object oriented。啊，对 ，object oriented。目标导向。嘿，啊，我这个技术吼，就算差不多这个技术内底吼，我算较好的、上好的迄挂。好。啊，
啊，迄挂人拢退休啦。即马吼，你若要讲叫 assembly 吼，即个找无人啊咧，真正找无人啊咧。即摆找。我甲你讲吼，我甲你讲，阮台湾即马要找了会晓专门专业写诗语言，诗语言已经吼，又是 object， 又是那个 assembly 的上一层咧。对对对。啊，诗语言。再下手才是 assembly 的机器人呢，这是足无简单嘞。我休想哦，继续去贝尔实验室上班。我即马来去 IRS 啦。哦，迄个税务局啦，啊税务局，吼，我是拄啊吼，还搁咧加班呢。安尼哦，因为吼，即个中国病毒啊，可能中国病毒造成即个美国吼。哎，发补助金，啊，佮发足一命令吼，讲法律讲你若税金交袂出来，会当互你延期。啊，遮个拢为着即个 COVID-19 来个啦。哎，哦，啊，延期了以后，有钱则去交。啊，我大概算遐少啦。哦，美国。这个档案吼是非常大啦，对，啊，足复杂的啦，啊，我打去找遐物件，向这个税务局报告讲，三人欠偌济，三人欠偌济，种种安尼啦，啊，就拢总迄个中国病毒第一名啦，我台湾足好呢，世界一流的呢，咱的防疫吼，一流的呢。Anti coronavirus， 嘿，这是台湾人也有规矩，台湾人啊，照迄个应该做的方法做，吼、哦、啊，政府也在督促，所以台湾啊，这个报道吼，咱建设较真好。你想讲，即久咱的设备，你坐设备会当看到海岸呢，会当看到迄个台湾。海峡的海水呢？哦，你讲迄个环岛铁路？唔是环岛铁路哦，迄是铁路。啊，这是轻便路，咱的迄个。哦，你讲的是东北角的。嘿，对。嘿，伊甲伊，这慢慢的延伸到全国啦。这咱的建设，咱来继续哈。啊，即久咱台湾呢？工业经济嘛，开始搁发展起来啊。迄个人无爱当迄个泰国国家搁投资啊，所以转来台湾的嘛足济啊。啊，咱台湾老有继续拍拼努力，咱的少年人若甘愿做，甘愿替国家奉献，咱的前途是无限的啦。啊，即马吼，即马咱。我即马想要，因为你拄只行我开讲哦，咱有讲到吼，这个吴正瑞吼对台湾的香蕉输日，那时候的占有率高达95%到98%呢。哦，啊，吴正瑞，蕉城吴正瑞曾经因为一个伟人吼，他不会只看到短期的利润，他一定会设计思考到吼。中长期的发展，啊，我都要谈谈你啊。简单一个开讲，你有讲到讲吴正瑞哈、哦，对台湾香蕉的中长期的发展，啊，你这干咩属，讲给咱乡亲家大家哦，互相来参考。好，我，好，咱来讲哈，这个台湾的香蕉哈，是世界上好吃的。是。哦啊，咱食是安尼啦，但是呢，你也知影哦，别人食无一定安尼，但日本人就是爱咱的香蕉啦，习惯。日本人就是爱咱的香蕉的味啦。啊，你刚才咱的香蕉，请讲。迄个口味吼，咱台湾香蕉的口味吼，你食迄个鲁宋蕉，食啥，迄完全无同呢。无同，吼。啊，你刚才当香蕉按倒来，请讲。台湾香蕉日本人来台湾设香蕉试验所研发出来呢。哦，是安尼，按你的意思是讲哦，台湾本来啦吼，伊的 origin 呢
是日本人。嗯，诶、欸，唔是 ，origin 是咱台湾，是哈哈、哦哦，但是本来的香蕉诶滋味也唔是安尼咧。对。啊、哦，我老爸从少年就伫香蕉企业所，是做工课上班过的人，是伊伫遐含一个。我来看我老爸找我，才记迄个日本的迄个先生的名哈。做伙研究香蕉安怎种，安怎改良，啊，才有今仔日的香蕉呢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台湾足不幸的，受到泰国、中国的感染，有一年。按广东我会记，有霍乱，有霍乱迄个病传来台湾，我唔知你会记个未？我知，有这个代志。你知哈、哦？台湾的香蕉全袂当是销日本啦，日本先动起来。嘿。好、哦，等到咱的疫情过了，才阁开放啦。嘿。啊，伫迄个疫情的中间。台湾迄、那个日本的招商要安怎？因无香蕉通卖，转去进口中南美的香蕉啦。哦，中南美的香蕉按南美洲运到日本，船期爱超了，得要到两礼拜，一礼拜外。吼、哦，咱台湾的香蕉去到日本，两日就到啦。是。三日上济啦。吼、哦。咱的香蕉有当时啊，伊个遐就已经会开始要烂啦。哎，若无冷气存，是、哦。所以人用那个香蕉当卖来日本，阮老爸听到，讲安奈，存期遐久，安尼当卖来吃。阮老爸一世人，伊认为讲，伊是香蕉专家啦。是。无人比伊较捌嘞。嗯哦，当然当然呢。我转请一下，我老爸古早吼，并无足感觉讲有必要读博士啦。是。啊、哦，伊感觉讲你爱有头脑，爱去研讨问题，但是我的下骹的这乱博士几大堆，我嘛是咧做头啊。是。啊、哦、哈，伊是安尼想啦吼。到尾啊，伊叫一个博士去研究看，先做哪会当研究两礼拜了当卖啊？啊，你两礼拜到日本了当卖几礼拜咧？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我老爸感觉足奇怪。啊，到尾才知影讲安怎做啦。我老爸写一张批给我，伊一世人干那写一张批给我啦。嗯。啊、哦。我迄已经咧读电脑啊，伊伫教学内底写诶啦。嘿，是咧，我可能时间记唔对哦。哎，对，伫教学内底写诶。啊，唔对，我阿未咧，今朝哪未发生咧？我老爸去研究了，讲知影人安怎做了，写一张批给我，伫南美寄给我诶啦，伫南美寄。伊讲吼。未来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，是认真读册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伊了解讲，吼、哦，伊有足侪伊也毋捌嘞啦，哎啊，人安怎做诶，伊都毋知啊，哈、哦，安尼，啊，伊甲讲即项代志啊，哈，拄啊是讲，阮老爸对即个金蕉诶展望，哈、哦。中期、短期、中期要安怎发展？阮老爸自从中南美金蕉拍入去日本以后，阮老爸就惊啦。爱知呢，人食物件爱食无爱食是惯习的问题啦。对。啊、哦，咱定食咱的金蕉，讲咱咧上好食。但是你叫美国人食咱的金蕉，伊不一定讲迄上好食呢。会习惯哩，会习惯吼。啊，会习惯嘛。咱爱食青阿米，人因爱食迄个 steak， 哈哈，诶，无同嘞，啊，无同。所以，
这个我老爸发现讲，中南美金少是以后咱上大的对敌啦。嘿嘿嘿嘿。哦，所以伊就开始咧研究讲啊，要安怎？伊若万一咱的金少未当阁占95%、98%，都一百拢咱的嘛。等于哦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咱也未当安尼，啊，咱的台湾的石龙面怎？我老爸甲伊目睭客气的情，我含伊讲话，伊若提起着台湾的石龙，伊拢讲啥念菜？伊讲我遐的老石龙啊，嗯嗯嗯，吼、哦，伊甲咱所有的石龙是当作讲一家人呢，吼、哦，当作讲。咱的兄弟姊妹相共安尼。We are family. Family， 哈、哦，阿姨，伊就开始设计，开始拍拼，开始想。啊，因为伊捌做过金少的试验嘛，哈、哦，阿姨家己也是政策的专家嘛。阮请的工人，就是阮老爸教阮老母。阮老母是逐日拢带工人去金少园做工的呢。安尼哦，做工头就对啦。像工头呢，恁较上，恁妈妈应该是哦上清福呢，啊，结果是做工头。对啊，哦，啊到尾啊，这你讲金少无去了，啊金少要安怎？迄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咱呐，还阁有日本的市场，啊，但咱占无遐济，咱的就要安怎过日？哦，咱但今次，咱拄啊有讲到讲800万人吼，讲一人8元吼，迄是一年，甲日本一个大招商拜托，叫做斯巴达桑，吼、哦，讲斯巴达桑，我要爱，但来今次用上些量销日本，台湾的今次。会当销，哎不，日本的市场会当食偌济人的金蕉一年，哈、哦，伊讲超1000万人，哈、哦，啊你也知影，物件若伤济，就俗，就歹卖，啊就袂趁钱啊。供给超过需求的话，价钱就会打烂。哎对，啊所以阮老爸讲，啊偌济人是上好的，伊讲。伫阮个眼光吼，阮做进口个，阮要爱700万人左右啦，吼、哦。伊讲好，但是我明年特别提高到800万人，你会当甲斗下手袂？伊讲800万，阮要销会去啦，啊，我会当下面斗下手啦，吼、哦。伊讲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哦，一人爱8元。伊讲安怎讲？阮老爸是伫日本吼，会含只招商，因会去迄落洗温泉，啊那只浸温泉那话，吼啊到榻榻米，安尼规暝拢咧讨论金少的工课啦，嘿嘿，唔是咧佚佗啦，吼，缩小咧，缩小咧，嘿，吼，啊，伊讲，啊你想怎来提高8元？伊讲。因为我要爱增加，我要爱这个量吼维持伫遐，所以我若增加，继续增8元，这个石龙就会加增。啊，咱古早咧种金蕉，含即马无同哦，即马每年拢种一个新的金蕉仔，你知吼？嗯。吼、哦，叫做健康的金蕉仔啊。嗯。但金蕉仔会着会起效啦，会消长。啊，消长就未吐，未吐花，未生金蕉，就死去安尼啦。啊，迄一种传染病，一种 virus， 哈、哦，哈、嗯，古早是金蕉种了了，啊，挂落来，迄丛金蕉就死啊嘛。哎、嗯、哎，你着甲切断，啊，着留一丛上水的仔啊，佮明年佮好发。所以你袂累掉啦。嗯。我老爸讲，我有爱一担，好，我爱招农加种金蕉，啊，
被告人应得继承。斯巴达上讲，被告人啊，以后拢被告，伊讲唔免一当就会使，因为招拢未离掉啦。伊阁有通谈，伊就未离掉啦。我继续一旦维持因的销量，伊就未离掉啊。好，所以明年你就会使阁降登去七块啦。所以上悬的八块，我会记是一当尔啦。好，安尼哦。我可能无记足清楚，但是我相信阮老爸是绝对守约束的人啦。诶，啊，我咧讲务实精神，哈、哦。纵然弱，吼、哦，咱人但 promise。我讲就是讲，我讲的就是话，哈、哦，我做未到，我无讲。像中国人哦，是人桌子上讲一套，桌子底下干一套，吼、哦。哎呀，迄无同啦，哈、哦。咱台湾人甲中国人的差别伫遮啦，啊，这是上重要的精神差别啦，咱修信仰啦，啊，啊 ，Yeah，a promise is a promise， 啊，安尼了，啊，今朝就足济，但阮老爸台，万一因中南美啦，入去日本的市场，要安怎？我老爸拢计划好啊呢，伊吼，你知影停车场足大长，足悬，诶，树啊发出来了，迄规个园拢种暗的呢。对。啊，你也知影中南美金蕉是安怎，咱拼永远拼袂赢因，伊有一部呢金蕉吼，毋是正来收金蕉的呢，因的金蕉吼。阮老爸去了才了解啊，讲啊，咱含拢袂比的啦。因咧金蕉细长的时吼，哎，我袂使安尼讲，因台种咖啡，啊，咖啡比金蕉较好趁。哦，好。咖啡细长的时袂堪要曝日。嗯。吼。哎。所以，就爱惹起来，啊，你要惹起来，足贵啊。对，种金蕉就好啊啦，怎啊砍嘞？怎啊砍嘞啦？哇，啊，让伊大长了，金蕉才撤掉啦。伊就无必要种金蕉啊，因为咖啡较赚钱啊。对。哦，伊一部分是遐来的呢。啊，咱要怎啊能拼？遐一定零成本啊。迄本来。他们的主要目标的咖啡，次要目标的金蕉。佫毋是次要目标，有迄个时代咧替伊种咖啡咧，有一部分是安尼种诶。我讲吼，毋是讲拢总安尼啦。嘿，了解。一部分是安尼种诶，吼。所以咱要怎样比？啊，因咧，因咧迄个运作吼，是几千 acre。哦，算千家诶嘛。大面积的施作。对啊，啊，一零就是一零，一零是几啊百公尺。几公里长的安尼嘛，哦，上少得几啊百公尺的嘛，所以当用牛笼在运送金蕉嘛。咱的金蕉吼，金蕉长挂落来，放落土骹。哦，啊，为着要因为金蕉很足好赚嘛，为着要顾金蕉，先挂两叶啊，金蕉叶下放淡迄个土骹，加煮嘞。哎，啊，但是起起落落啊。你放咧涂骹，正搁打出你横的迄个横头，哦，啊，一只里亚卡伫遐。里亚卡再造。你敢知里亚卡是啥物？我知影，里亚卡我知，我台湾人，我台湾人，我知。里亚国倒一个，里亚卡倒一个话。我唔知咧。迄日本的外来语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好，叫做 rear car， 古早拖你车的后边遐啦。哦，拖车。哦，哎，对啦，啊，咱台湾家起来叫做咱的迄个里亚卡屁股啦，屁股啦。里亚卡这句话在台湾哦，即马可能很少人听呀嘞。对啦，少人唔知啊，啊，这实际上是日本来的外来语啦，萨文嘛是日本来的外来语呢。萨文是法语呢。嗯。好。法语。好不？哦，萨文哦。是法语呢，
啊，日本人家己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对日本人讲，啊，讲到即满煞嘛，毋知煞文是啥吼，安怎写啦？我想，吼、哦，煞。我讲吼，这吼、哦，伫餐馆内底啊，咱人讲，咱拢讲尼亚卡啦。对啦，然后讲尼亚，啊，这啦，普通囡仔听无啦。哈哈哈，吼，啊，这 anyway， 尼亚卡放起尼亚卡，吼、哦，放落去风头，等尼亚卡来，即马佫搬去尼亚卡。啊，到尾啊，当然有用米酒陪你包嘛，但起起落落讲总是会有受伤，会有起事嘛。啊，你这受伤了吼，今朝足奇怪，伊会产生迄个单磷酸呐、啊。哎哎，哈，啊单磷酸oxidize 了哈，迄、那个上手加了上手了哈，氧气 oxidize 就变黑啦，哎，足歹看嘛。对，所以。咱的今朝含人未比起来，人遐吼用牛绒拖拢无吸到涂骹，迄家迄风头，因的风头就是树皮顶嘛。嘿，今朝吊伫遐挂落来，放落去迄个运送带，运送带是输送带，是伫水底呢。啊？啊，是做细就对啦。想煞细，啊，佫甲浮咧嘛。较袂去磕伤啊！哦，阮老爸咧甲讲，我才知人安怎做啊。伊讲，一个咱要病吼，就歹病。嘿，咱拢三分五分，一家两家就足大呢。五家十家的人，因就算大蛟龙啊。所以咱免怎人病。所以阮老爸已经思考足清楚了。哦，你知影？阮老爸交一个足济啊，总是伊爸会去啉酒种种嘛。啊，你日本的爸，你著看到人咧食啥，你敢知？第一盘捧出来的迄、那个，当然讲送礼的点心相共啦，就是毛豆嘛，毛豆。哦，毛豆，嘿，对，哦，就是毛豆嘛。对。哦，啊，毛豆伊来穿啊。日本会当生产的呗，进口，按道理进口，足侪所在当进口，但是台湾进台湾市场侪。你知影？我有一个迄、那个经理蔡昆山先生，蔡昆山老先生，伊到尾就种毛豆。毛豆，出名，伊叫做毛豆大王嘛。啊，啥是阮老爸想的啦？安怎讲？你知？阮老爸讲吼，今朝若有必要的时，咱就爱嫁蛟龙，种今朝就爱东西向。东西向，安怎讲？好，我讲了你就知哈、因为这我嘛未想到的啊，这阮老爸才想的呢。伊就是伫今朝先说。做实在的试验出来啦，吼、哦！你若东西向，今朝迄个日头晒落，是未去惹到别位干，惹到你灵尔啦。对，吼、哦！中伊讲吼，今朝种一半。一年起掉，那两年就一年起掉，安尼就一年会当晒到日嘞。迄年来种毛豆。安尼，日本的市场毛豆无够食啦，所以唔免烦恼，永远咱蛟龙继续赚钱。哦，安尼你的意思是讲吼？香蕉、毛豆，相互之间的栽种，因为日本的销量绝对吃得下台湾的这些香蕉跟毛豆。你种偌济，你那种偌济啦。哦，安尼啊。我老爸看，我老爸伊，我老爸做工课吼是足实际、足认真、足拍拼啦。这叫做观察入微啊。我老爸每一冬，我当然，我老爸车我。我系搭便车嘛，哦，阮老爸甲阮规定呢，
我的车不是你用的哦，这合作社的车，哦，他足清楚的，我袂当载恁老母出出入入，恁老母若来台北，伊会使坐一只车，恁老母，哈、哦，啊，恁若搭便车会使哦，我无伫车顶，恁老母伫车顶，恁袂使特别加坐一只车，迄是合作社的，伊有另外的任务。司机有另外任务，啊，恁袂使，哦，因为工作清楚，我老爸是足清楚啦。Anyway， 爱着讲即个，平常安尼做，你摸到实际上比平常个会赚较济钱啦。哦，哈，啊，因为平常算作，算作。粗小米嘛，磨豆，诶、欸，豆有营养呢，豆 protein 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迄几件物件，啊，伫饱来讲，饱一定会当比迄个家庭主妇出较侪钱买啦。诶，啊、哦，伊做生意的嘛，啊、哦、，anyway， 即、這个安怎讲豆啊？安尼种，我吼、哦，阮老爸吼、哦，每年，我老爸司机甲讲，恁老爸古早吼，逐年拢得爱我载伊产地。台湾的产地，闽台湾啦，诶、欸，迄、那个高雄虾，阮是高雄虾嘛，吼。高雄虾产地，我大概载恁老爸坐一日呢，透早坐到暗时天暗，我了搁咧坐有通坐两日呢，吼、哦。伊就是每一个乡镇拢去坐过，伊知影讲人种偌济香蕉，伊每年有偌济啦。安尼吼，哦，清清楚楚哦，伊就伊对。伊对于事业啊、技术上、啊、商业上种种，伊拢掠较足精啦，足清楚。啊，伊讲咱因，嘿，你讲，安尼吼，你刚刚讲出来的一个诺号，这个吴正瑞哈、哦，这个蕉神哈、哦，他除了香蕉的规划以外呢，他认为哈、哦，另外一个高收益的产品。的农作物叫做毛豆，啊，因无人种啊，哎、欸、啊，所以说他就辅导哈、哦，蕉农呢也在哈、哦、香蕉的旁边也种毛豆，对吧？哦，对吧？啊，你敢知影种毛豆？我唔知我老爸知影迄个原理无？我无清楚啦，因为我无含伊讨论到遐尼济哈。但是你敢知影一个园内底种两个物件是较好个啊，较歹？你敢知？咱拢唔知，哎，咱拢唔知，哈、哦。植物学，植物学。咱种植用足侪农药，第一个原因就是咱拢单作物种植，单作物耕种，哈、哦哦。啊，单作物种植，着虫、着病，有机会就提悬啦。有。啊，咱的原住民哦，咱讲叫番呐哦，嘿嘿嘿，哦。咱的原住民政策绝对无单作物政策啦，伊拢会南瓜别人物件啦，伊像种西啊，安怎种几丛啊？迄落米，安怎种几丛啊？番麦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讲单作物政策，咱的原住民拢知影迄个原理哦，人会晓讲特别给政策，啊，咱点都袂晓啦。轮种吼，轮种，嗯，你轮种了，伊同年内底一定会种无同个物件。哦，了解。轮种就会改善啦啦。哎、欸，但是因种的是同一年内底，就种无同个物件。啊，咱拄仔咧讲个金蕉甲毛豆，就是同一时是种无同物件。啊，你若安尼种吼，你的土地迄落耐受性的含量吼。会升悬啦，啊、哦，因为豆啊，就会食奶醋精嘛，会固定奶醋精，固定啦，会固碳啦，欸、哦，你知影嘛？豆啊的菌吼、哦，有一挂歹菌伫遐，有一挂细菌，吼、欸，啊，细菌就会甲奶醋精 fix 落来，变作一个迄、那个豆啊的树丛会当消化。营养啦，你讲的 nitrogen 就是氮嘛，氮素嘛，氮素，哎，氮气，啊，氮气是
是足无爱含人交叉的嘛，伊足歹含人结合的嘛，所以一定得有迄款细菌吼伫咧，才会当固定嘛。所以你若一个田园几年了种一届豆啊，迄、那个田会保持迄个肥度啦。你今朝若含迄个豆啊做伙种，永远拢会当维持一定的肥度啦。哇，骨来滴！但是台湾的毛豆在销售往日本的销售上面的路顺吗？我就顺啦，迄个蔡经理啊，蔡老先生，伊人去做毛豆大王吼，赚足侪钱啊，伊就种足侪啊。啊，因为即马你种经济了钱啊，所以专干了种毛豆尔。哦，啊，你讲这个蔡老先生伊人名啥？蔡昆山，蔡昆山吼，嘿，昆吼，一个迄个苏字平吧，迄毋是土啦吼，应该是苏吧，啊，甲申请的申吼，昆。哦，我知。乾坤的坤呐、啊，乾坤的坤呐、啊，我知、欸、蔡昆山。乾坤的坤呐、啊，嘿，乾坤。啊、山是山头的山。蔡昆山对，山头的山。哦。嗯，吼、哦，伊尾下就是种毛豆呀。啊，即摆即个老号是安尼啦。焦成吴正瑞哈、哦、认为哈、哦，在香蕉的竞争市场哈、哦，万一哈、哦、输给了南美洲的话哈、哦，我们呢还可以辅导哈、哦、往毛豆的方向去走就对了，对吧、啊？哦，咱若剩一半的市场，咱另外一半咱就用毛豆来配合嘛。哎、欸、，it's very good idea 啊。哈、哦，哎，阮老爸对资金的这。想起来有诶无诶啦，哦，你若讲着讲有诶无诶啦，啊，这就是伊诶事业啦。哎，这个是魔鬼藏在细节里的，你只有这个美感吼，爱掠条，为了中长期台湾诶蕉农哦，中长期的发展，还是讲哦，就无采恁老爸迄落金蕉拍落来天下吼，规骹怎拍伊？即马规骹拍伊啊！啊，你若讲着涨价。哦，啊，甲伊遐个部下、遐个脚，对台湾的伤害吼，无法度，咱有生无法度通来估计啦。迄伤害偌大吼，是，你无法度通讲啦。嗯。你知影日本人来，日本人阁有互，迄个时住伫台湾的人，我会记两年哦。你若不爱这个政府，请你两年来搬走。你讲的是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，日本人来接收台湾，你们愿意当中国人的两年之内，请你们离开哈、哦。我还记是两年了哈、哦，有一种有一个弹性时间。哎、欸，对，买两年三年啦，哈、哦，我还记是两年，我可能讲不对。你若无要做日本人吼，啊，你要做中国人，啊，你两党以来吼，你自由进出出去，做你去啊，吼，两党以后你就是爱守我的法律，日本人，啊，咱敢有，咱无咧祖国，咱的祖国诶，吼，因的法律是啥？阮的黑名单的人吼，互因安尼吞大架吼，有几句啊话啦，吼，讲。敢那是对的啦，啊，敢那唔对啦，敢那合法啊，敢那无合法啦，啊，因合法啊，咱无合法啦，啊，今仔日无合法，明仔日合法啦，明仔日合法，后日无合法啦，啊，你是要安怎？啊，真正安尼，你知嘛？哈，哦，阮现像讲单行，迄挂诶囡仔，因有一年，就拢会当出国啊，啊，咱呢？要出国，我爱考动物系，因为我的大学的校友是动物系呢。我台考动物系的留学课有及格，我才能留学呢。我要出来读音乐，嘛是得爱考动物系，诶，因的法律啦。我都咪要出来读动物系啊，我要出来读音乐啊，啊，因就讲啊，你就是你即科毕业，你来考即科安尼。我讲啊，我摕到的诶入考入学许可，得音乐啊，伊去讲迄领导的代志。
跟我无关系，哈、哦，你就是爱考试。我当然有考过，啊，无我免做出国。迄年我嘛有摕着奖学金啦，但奖学金是装卡的，较装卡啦，乌海哦啦，啥咪讲偌装卡啦。我迄年去，他讲可能就会当读毕业吧，就免开很多钱嘛。我就讲啊，州里啊上好个啊，我才入去州里啊，是安尼。我第一科，我第一科即个动物系个入学科，佮第科有级别才当入学。取得资格。嘿，对啊。足新鲜个哈，哎，今仔对，明仔载都唔对啊，啊，明仔载又佮改啊，啊，你变怎？啊，即个法律你无法律啊。昨天讲的今天不算，今天讲的明天不算哦。嘿，无一定算，嘿，对吧？啊，咱要安怎，要安怎对法律行，吼、哦？这是足啊，外国是外加迄啊，歹讲啦，迄外加实在是外国是错的对吧啦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人，荷兰安尼，你也想看卖吼、哦？日本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日本台湾是日本的迄个跳脚石啦，国土呢？啊，国土啊，佫是伊的跳脚石啦，伊要进入去南洋的，迄个跳脚石啦，吼、欸，要跳开的啦，跳板，跳板，哎、跳板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伫台湾藏偌济资源，你知？对，无量的嘛，你知嘛？吼、哦，藤。米，农业的台湾呐、啊，工业的日本，哈、欸，糖、哦、米、盐这民生需要的米油，藏偌济呢？对，拢互因乌乌去，变袂了伊啊。尤其以前吼，那历史有记载的吼、哦，是台湾的糖呢，糖厂的糖吼、哦，全部吼、哦，拢烧去上海啦。对吧？吼、哦，啊，这现台湾是世界产糖量上高的所在了。对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就分，拢食了了啊。啊，台湾煞变做讲，你煞一日起价起卖，用几啊十趴，几百趴咧起的安尼啊。这是中国人来以后吼，系、哦、啊。1945年吼，战日本战败。发生伫咱台湾吼，足复杂个迄啦，通货膨胀啦，什么东西贵买无比啦，啊4万块换一块吼。是啊，讲啊，哎，我老爸是，基本上我老爸是一个认真拍拼、诚实、吼、哦、啊简单个人啦。